뭐 토요일이야. 랑그. 오이요. 오이요. 让一下这个图，让我发了跑。 他在干嘛？我操！这能突到我脸上的吗？ 为什么？兄弟们，他凭什么？你在干嘛？ 塔线为什么不抽？是不喜欢吗？帅，是不喜欢吃塔线吗？我在留什么？不知道。 47、38。 还是打了130，挺痛的，其实。 是不会走的，别装了，兄弟。没得玩了已经。就是你们下次要是碰到像这种情况啊，就是他囤了一波线推进去，他去野区搞你队友，就是你不要去野区管你队友，因为一旦你去野区管你队友。 你先是一定爆炸的，这是一种玩法，就是你要做就先把线全部推进去，你把线推了，他自然而然就会走，他不走他就爆炸了。但你要问队友死了怎么办，那是队友的问题，因为队友不看兵线，如果上单囤了线去野区的话，那就不是你的错了。 杀掉了。Q 的时候你提完马特了不行，那他要强制毒
还行吧，龙女。不太懂得加里奥的梗，那我大是不是？实话有一点点不太尊重。装你老妈这都不走啊，凭什么不走？风雨死之前还吹了我一下，好爽，吹了我一下，他死之前还吹了我一下，吹得我好爽。失误，我想预判他往后 Q， 他没往我后面 Q， 我就。我现在有机会了。
老妈里转。哥们是真搞不懂这一直在发什么疯。还行，打赢一换三，二换三，应该是，就把我三给弄出来。你 W 呢？需要你妈！需要他妈的需要！